系啊，哦，嚟啦，咁我哋咧就嚟到呢個拉拉 pot 啦，咁就嚟咗呢一間嘅好出名嘅 Kura Sushi 係啦，一間 Kura。咁咧好搞笑嘅，佢入座咧就要自己撳飛啦，之後佢如果有位咧，佢會直接 show 個台號俾你，咁你就自己嚟呢個台號。咁咧下面呢一度咧就有啲餐具啊、綠茶粉啊、有啲豉油啊、醬料咁樣。咁日本食壽司咧，就係、如果要 wasabi 咧，要另外加錢嘅。咁啊，都係有個 iPad 啦，喺度嗌啦，係啦，有 iPad 喺度嗌啦，咁樣。咁啊，種類都好多啊，咁樣。咁啊，亦都幾平下嘅，係啦，100 yen至200 yen不等，咁樣。咁啊，我哋都嗌咗唔少嘢食啦，咁樣。係啦，咁同埋佢有好處咧，就係、佢可以嗌咧半醋飯嘅，即係話佢個。佢個飯類咧係可以揀半啊，咁樣，例如呢一啲咧，咁佢你可以揀半醋飯嘅，某啲可以揀。咁呢個咧就係特性嘅，就要成為1000 yen。咁啊，試下佢嘅料子係點啊？有蟹啦，有三文魚啊，咁樣，咁啊試一試佢。剛才呢每吃夠五碟呢，他就可以抽獎，抽完獎呢就有個扭蛋可以送給你，是不是個個都有的，不過是鬼滅之刃。他這個回轉壽司其實有兩層，上面一層就是你自己叫的，下面一層就是你喜歡吃的那些你就可以拿啊，這樣計算個碟數。冇乜益，有益。咁呢个 Aiden 咧就租咗架 BB 车咧，就要坐 BB 车。等等。